东四乡五常英雄，钢铁战士卖钱堆，是马的东四乡五常的英雄，却是他毛泽东思想爱得深，却是他铁骑探头起呼吸为人民，为了真理去战斗，当一个共产主义的义务兵，为了真理去战斗，当一个共产主义的义务兵。什么样的人最勇敢，什么样的人最聪明，钢铁战士卖钱墩，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英雄，钢铁战士卖钱墩，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英雄，却是他却是他带上作战骨头印，却是他却